收留我三天的朋友，好感人啊！他在雪梨住宿超贵，大人一次是40块，儿童30块。我们已经排了大概快一个小时了，还有这么多人呐、但是因为跨年吧，人超蛮多的。最时尚的穿搭，因为我没有带泳衣，然后我朋友就帮我把他们的衣服凑一凑，就变成这样子一套。想说会有很多鱼，一只都没看到，然后还有那个晒痕，天哪，太不值得。今天的晚餐，今天大家突然都很想吃泰式，所以我们就找了附近的泰式餐厅。Set a place, platform, and place.
上有个路上两个超级多，然后车子吧，结果超级空，没有。但是我有已经到雪梨歌剧院那边的朋友是跟我说那边已经排队排很久，然后因为昨天晚上有下雨，所以今天天气又没有很好，所以我希望等一下在等待过程中都不要再下雨，不然应该会蛮浪费。这间有开，所以就顺便帮大家买过去。终于到了，看我们的跨年小队汇合。现在在往前移动中。那我们好像离那个路口还非常的遥远。嗨，我已经排上来上面这个步道的地方。刚刚一堆人在喝水跟倒水，瓶子有开封的话是不能带进去的，它里面有卖酒，所以他怕人家会带酒精进去，你的瓶子要是空的才可以进去。他就进来了，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快马加鞭的要挤去站位，蛮好笑的。拿到一个手环了，代表我终于进来了。刚刚真的是非常的惊险，我们五个人进来的时候在抢位置，然后就分开走了。我们这边的位置比较好，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这边是有人去管制的，他就发一个手环。然后我朋友要过来的时候，我们进不来了。刚刚就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朋友被分开了，就跟那边工作人员讲很久。他们现在终于放人进来了，还好哎。不然就有点尴尬啊。现在才一点，我们刚刚经历了一番波折，怎么才一点？我都以为四五点了，我们要这样子在那边坐到半夜十二点，我觉得这个挑战很不容易。但是呢，我就蛮幸运，在这个夹缝中找到我们的生存之地。果然，生命就是为我们找到出路的。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点半放弃，最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走到最底，然后再走回来，其实有点半放弃，想要就出去了。看到这个小空间。我们就挤进来了，所以任何大家遇到困难都不要放弃，知道吗？如果大家要来跨年的话，一定要带的东西叫做野餐垫，你也可以带很多吃的，虽然里面有卖，可是应该会比较贵。你还可以带很多很多的行动电源，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人带书来看，带电脑来用。如果你体力很够的话，你也可以扛一个导演椅进来，或是露营椅，这样会比较舒服。拍照，然后我们就被禁止了。但是只有在跨年这天才有这个栏杆，所以必拍，再拍一个。不然你的歌剧院都没有栏杆，就知道不是跨年当天。我的有栏杆，所以我是跨年当天来的。跨年限定。对，跨年限定版，好会自我安慰哦。
现在才六点。哎，我觉得已经等非常久了，怎么现在才六点？但是没有带任何东西来做，就会真的没事做，然后也不敢一直滑手机，晚上回去的时候会没电。现在进行这个台日交流。台湾跟日本 Japan and Taiwan 他们在进行 communication。 还有三个小时六十七分钟，已经越来越晚了，天空慢慢变暗了。这边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喝了，所以越来越强，越来越疯狂。刚刚有人脱衣服，很高的高脚椅，然后我就很现在在海景第一排，我们在等九点的烟火，就是它会放两次，九点跟十二点的。然后九点是儿童版，放完之后有些家长就会带小孩回家睡觉，所以成人版的要等到十二点。在几分钟？在八分钟，等超久的，好累哦。角度要再瞧一下，后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嗨呀。我的朋友现在在找更好的位置，我不知道他们走去哪了，反正后面现在就是大家开始要卡位看最后跨年的那个烟火，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站在那个围栏旁边不会走。我们现在我想说要不要去卡位。点了，可以喝酒了。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们在这个好位置卡位了快要两个小时，我脚快断了。还有八分钟，我们就要跨到2024年喽！我好想睡觉，脸皮真的快要掉下来了，超级累。再撑一下，新年快乐！让你们拍一下。耶，新年快乐！嗨，嗨，耶！等等呢，现在几分？还有三分钟。Oh!
而顺利。我明天要喷牛西兰，好累啊！早规划，跟你们讲，连要回去的飞机都超满的，就这样啦。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10:42到15:45才出，不完整，超可怕的。